一个开心的 voice， 一个熟悉的 place， 让你感到 very nice， 欢笑纵情燃烧。音乐激情点，有请节目主持人蝈蝈江南。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。有这么一位擦鞋的鞋童啊，显然啊是个新手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吗、啊、他把一位顾客的皮鞋擦的简直就像一个大花脸。哎呦，我也是擦脏了。这顾客肯定不高兴啊。怎么搞的你啊？怎么搞的？哼，一定要从头擦鞋，否则你一分钱也别想拿。可是我太矮了，我够不着您的头啊。丈夫是动物园当中的管理员。哦，这一天下班回家之后，丈夫非常沮丧地对妻子说：亲爱的，我被动物园开除了。啊，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事，哎呀，他们竟然开除我。你被开除了，太不公平了。咱俩以后吃啥喝啥，吃不喝都没有了。那我还臭美啥呀。哎呀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也闹心。咋就被开除了呢？就一点小事儿。啥小事啊？昨天嘛、啊、我不着急下班吗？我不回家我跟你吃烛光晚餐吗？是啊是啊。这一着急吧，我就忘了把老虎笼子给关上了。哎呀、啊、那能咋的呀？你说这点小破事儿、就是、你说他们也不想想啊，那谁敢偷老虎啊？谁敢偷啊？有一架飞机即将要降落了啊，空中小姐对乘客们说。说什么呀？乘客朋友们、啊、您好。您好，为了使您的耳膜不受损伤、啊、是请您使用口香糖。哦，使用口香糖就使耳膜不受损伤啊。等飞机降落之后呢，有一位乘客找到空中小姐说，哎呀妈呀，你叫那个天使空中的都叫啥？对，空中的大姐。对，空中大姐。哎呀，你那方法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耳朵一点也没受损伤，这耳朵好的了不得哈、啊。是吗？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哎呀妈，太好，你的办法真好，不知道跟谁讲。哎，但是那个你能不能告诉我哈、啊，究竟怎么样才能把那个口香糖从耳朵里挖出来的？有一位游客为了感谢他的导游小姐啊，在旅游结束之后，他问导游小姐说：“谢谢导游小姐，你带我旅游这么多地方，看看这边的风景，看看那边的景色，对我帮助实在不少啊。于是乎，我想送你一点礼物，你最喜欢什么东西，尽管跟我说好了。”说实话，这个导游小姐吧，人比较贪心，是哦。但是你看，这当着游客的面，他又不好意思明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这人吧，平时没什么爱好，我就是特别喜欢，打扮，你要送我礼物，哎，你就送我一些这耳朵上、手指上、脖子上能用得着的东西就行了。”第二天的时候呢，这游客就给导游小姐送来了礼物，一串项链，不，一块香皂，哎。这天啊，这小强呢接到了自己正在暗恋的一个美女小丽的来信。是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：我想对你说，自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。我想对你说，我愿意爱你一万年。看到这儿的时候，小强已经乐得飞到九霄云外了。哦，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是发现信的末尾还有这样一句话：祝你愚人节快乐。
想开心有绝招，别打针，别吃药。下一个节目是，哎呀，都知道了。有请节目主持人蝈蝈江南。你好，我是蝈蝈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欢笑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，这里就是。别说了，开始了。有一个乞丐来到一个吝啬鬼家的门前来乞讨。哎，你说他到哪儿去乞讨不行，到吝啬鬼家门前去乞讨。这乞丐也不知道，他家门上也没写牌说他们家是吝啬鬼。这乞丐能跟吝啬鬼说？请您给我一小块肥肉或者是奶油吧。没有。那面包，面包渣也行啊。想得美，没有。那给口水喝吧。哎呀，我们家连水也没有啦。水也没有了？那你还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？快跟我一起去要饭去吧。嗯。说这天呢，这丈夫啊，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了，这非常的累，疲惫啊。下班回家之后，那肯定特想。看到这个妻子做好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，然后每餐美美的吃上一顿。对呀，可是呢，他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什么都没做，就非常不高兴的对妻子说：“哼，怎么搞的啊？这晚饭几点了还没做？哼，看来我只能上外面的餐馆去吃了。”哎，亲爱的，别着急呀，再等五分钟。等五分钟啊？对呀。等五分钟你就能做好啊？嗯，不是，等五分钟，等我换好衣服，咱一块儿去。有这么一位先生啊，来到了旅馆的公共浴室门前，他询问这个服务员小姐说：“我想问一下哈，这个女浴室里的人他多吗？”啊，这服务员小姐白了他一眼，白我干什么？没理他。不是。是我没听清啊，刚才的。明明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、啊。我再问一遍。挺大个男人问女浴室人多不多？我再问一遍。我再问你一次啊。那啥，那个女浴室里的人多不多呀？啊，多不多？真是。不是你告我呗，多女浴室里人多、啊。流氓。骂人流氓呢，真是。哎呀，真是，我就说嘛，我不问，我媳妇儿非要让我来问。这不小明买完东西回到家了吗、啊、回家就这客人来了吗、啊、客人一看，哟，小明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哈，赶紧包一红包给小孩。小明一看这红包来了，不，这孩子还挺客气啥的，别跟叔客气了，拿着吧。不要，那不要，那熟就收起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看，他还是要吗？这是那啥，小明啊，熟有点事找你爸，你爸在家不？在啊，在，那快领熟进去找你爸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外地呢。啊。话说这个电力公司啊，在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乡下地方，初次呢设立了电力站。这个设立电力站之后呢，他就派一个稽查员去查一查这个地方的居民呢有什么反应，看对这个电啊有没有什么反应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设置了这个电力站之后，居民家中就可以有电了嘛，不用像以前那个烧油灯啊点蜡烛，就可以使用电灯了嘛。就是多好。这个稽查员呢敲开了一家住户的大门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，还是老奶奶。这个稽查员呢就问老太太对电灯的反应哈。电灯反应是老太太说、电灯啊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。我跟你说呀，这有了电灯跟以前真是不一样，现在呀我就可以点着电灯把我们家那油灯点着了，再也不用摸黑点了。